今天我们来看南回艺术季，看了第一个作品，做好没几天就被海水冲走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《方圆之间》。在您的左手边。太平洋的呼唤，相约南回。
现在到的是大舞台冰休息区，这里有两件作品，一件叫做起点，这是另外一件作品。南向南，南岛的北临界点。其实它这个整个开口向啊，其实是向着南方的位置。